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Mandarin class. My name is Sisi, 我是 Sisi 老师. This is HSK 4 Chinese Intermediate Level. In this series, we will follow these textbooks, HSK 4 Standard Course. Please have them ready in hand. After each unit, please do your best to read, translate the conversation and articles and finish the exercise. For those of you already learned HSK 4 Intermediate Level before,This series is still good for you to recap. 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Lesson 13, Vocabulary, Part 2. Let's start. 大约 approximately, about. 大约筷子在中国大约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筷子 chopsticks, 筷子历史 history 历史筷子在中国大约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筷子在中国大约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他这次去上海出差，大约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出差Business trip, 出差。他这次去上海出差，大约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他这次去上海出差，大约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你算一下，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大约需要多少钱？我向公司申请。算 calculate, 算举办 to hold, to organize, 举办申请 to apply, 申请你算一下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大约需要多少钱我向公司申请你算一下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大约需要多少钱我向公司申请餐厅 canteen, 餐厅。你们先去餐厅点菜，我在外面抽完烟就进来。点菜 to order, 点菜。抽烟 to smoke, 抽烟。抽完烟 finish smoking, 抽完烟。你们先去餐厅点菜，我在外面抽完烟就进来。你们先去餐厅点菜，我在外面抽完烟就进来。我们学校餐厅的饭菜又好吃又便宜，你什么时候来试试？我请客。请客 to treat， 请客。我们学校餐厅的饭菜又好吃又便宜，你什么时候来试试？我请客。我们学校餐厅的饭菜又好吃又便宜，你什么时候来试试？我请客。纸袋 paper bag， 纸袋。袋 means bag。国外的一些中国餐厅在放筷子的纸袋上会提供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餐厅 canteen, 餐厅提供 to provide, 提供使用 to use, 使用详细 detail, 详细说明 instructions 说明国外的一些中国餐厅在放筷子的纸袋上会提供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国外的一些中国餐厅在放筷子的纸袋上会提供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
这些纸袋你还要吗？不要的话，我扔掉了。扔掉 ,to throw away, 扔掉。这些纸袋你还要吗？不要的话，我扔掉了。这些纸袋你还要吗？不要的话，我扔掉了。互联网 ,internet, 互联网。互联网上的内容有真有假，我们应该学会正确使用互联网。内容 ,content, 内容，假 ,fake, 假。互联网上的内容有真有假，我们应该学会正确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上的内容有真有假，我们应该学会正确使用互联网。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每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的。专门 ,specially, 专门。进行 ,proceed, 进行。调查 ,survey, 调查。方法 ,method, 方法。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每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的。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每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的。进行 ,to conduct,to carry out, 进行。We will talk about it in the next lesson, the grammar part. 错误 wrong, 错误。你把考卷上的错误都改过来，再把这些题重新做一遍。考卷 exam paper, 考卷。重新 again,重新，一遍 ,one time, 一遍。你把考卷上的错误都改过来，再把这些题重新做一遍。你把考卷上的错误都改过来，再把这些题重新做一遍。他没有考虑清楚，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考虑 ,to consider, 考虑。清楚 ,clear, 清楚。后悔 ,regret, 后悔。来不及 ,don't have time to do something, 来不及。他没有考虑清楚。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没有考虑清楚，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随着 ,along with, as, we will talk about it in the next lesson, the grammar part. 十分 ,very, extremely, 十分。这个文化节活动十分有趣，吸引了很多留学生参加。文化节 ,cultural festival, 文化节。吸引 ,to attract, 吸引。参加 ,to participate, 参加。这个文化节活动十分有趣。吸引了很多留学生参加。这个文化节活动十分有趣，吸引了很多留学生参加。你有这样的打算十分正常，
谁都希望找到一份工资高，而且能证明自己能力的工作。正常 normal 正常。工资 salary 工资。证明 proof 证明。能力 ability 能力。你有这样的打算十分正常。谁都希望找到一份工资高而且能证明自己能力的工作。你有这样的打算十分正常。谁都希望找到一份工资高而且能证明自己能力的工作。小时候经常十分不理解父母的一些做法，长大后才慢慢的了解了父母的心。理解 ,understand, 理解。做法 ,behavior, 做法。慢慢的 ,slowly, 慢慢的。小时候经常十分不理解父母的一些做法，长大后才慢慢的明白了父母的心。小时候经常十分不理解父母的一些做法，长大后才慢慢的明白了父母的心。普遍 universal common 普遍。在中国，喝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生活习惯。习惯 habit 习惯。在中国，喝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生活习惯。在中国，喝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生活习惯。很多毕业生选择的工作跟自己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普遍。选择 to choose 选择。专业 major 专业。情况 situation 情况。很多毕业生选择的工作跟自己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普遍。很多毕业生选择的工作跟自己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普遍。这种现象很普遍，你不用担心，不会影响商品的使用。现象 Phenomenon Appearance 现象。担心Worry, 担心。影响 ,affect, 影响。商品 ,merchandise, 商品。使用 ,use, 使用。这种现象很普遍，你不用担心，不会影响商品的使用。这种现象很普遍，你不用担心，不会影响商品的使用。部分 part 部分。喝茶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缺少 lack be lack of 缺少。喝茶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喝茶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部小说中提到的故事，大部分是作者自己经历过的。题 ,mention, 题。故事 ,story, 故事。作者 ,author, 作者。经历 ,experience, 经历。这部小说中提到的故事，大部分是作者自己经历过的。这部小说中提到的故事，大部分是作者自己经历过的。
这次考试他考得差极了，大部分的汉字他都写错了，后半部分的阅读题也没做完。差 ,bad, 差。阅读 ,reading, 阅读。这次考试他考得差极了，大部分的汉字他都写错了，后半部分的阅读题也没做完。这次考试他考得差极了，大部分的汉字他都写错了，后半部分的阅读题也没做完。稍微 ,a little, slightly, 稍微。今年的工作总结我写的差不多了，有几个地方我还要稍微改一下。总结 ,summary, 总结。差不多 ,almost, 差不多。改 ,to correct, 改。今年的工作总结我写的差不多了，有几个地方我还要稍微改一下。今年的工作总结我写的差不多了，有几个地方我还要稍微改一下。大家先回房间稍微休息一下，半个小时后楼下大厅见。楼下 ,downstairs, 楼下。大厅 ,lobby, 大厅。大家先回房间稍微休息一下，半个小时后楼下大厅见。大家先回房间稍微休息一下，半个小时后楼下大厅见。这双鞋给我稍微有点小，请帮我换双大点儿的。鞋 ,shoes, 鞋。双 is a Malay word for shoes, means a pair. 这双鞋给我稍微有点小，请帮我换双大点儿的。这双鞋给我稍微有点小，请帮我换双大点儿的。苦 ,bitter, 苦。凉茶不是茶，它的味道稍微有点苦，其实是一种用中药做成的饮料。凉茶 ,herbal tea, 凉茶。味道 ,taste, 味道。稍微 ,slightly, 稍微。其实 ,actually, 其实。中药Chinese medicine, 中药，饮料 ,drink, 饮料。凉茶不是茶，它的味道稍微有点苦，其实是一种用中药做成的饮料。凉茶不是茶，它的味道稍微有点苦，其实是一种用中药做成的饮料。尽管生活很苦，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尽管 ,despite, 尽管。放弃 ,to give up, 放弃。尽管生活很苦，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尽管生活很苦，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很多事都是先苦后甜，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尝到成功的甜。甜 ,sweet, 甜。坚持 ,persevere, 坚持。最后 ,to the end, 最后。尝 ,to taste, 尝。成功Success, 成功。很多事都是先苦后甜，
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尝到成功的甜。很多事都是先苦后甜，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尝到成功的甜。省 province 省，广东省在中国的南方，南方 south 南方，广东省在中国的南方。你查一下，这些食品是从哪个省运过来的？查 to check， 查食品 food， 食品运 to deliver to ship 运。你查一下，这些食品是从哪个省运过来的？你查一下，这些食品是从哪个省运过来的？ That's all for today's lesson. Next lesson, we will continue to lesson 13, grammar section part 2.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ave your comments below and I will be very happy to get back to you. Please subscribe if you like my video. You can also find the Chinese beginner level, elementary level, and intermediate level in the playlist of this channel.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我是 Sisi 老师, I will see you very soon in the next lesson. 谢谢, 再见, bye bye!